图杰，今天带大家来看的是 Andy Warhol 普普狂想特展。其实提到 Andy Warhol 这个人呢，大家应该对他都不陌生，尤其是看到这个叮玛丽莲梦露以及叮康宝玉米浓汤这个系列的艺术品呢，大家应该常常在生活之中都可以看到。同时之间他有一句名言，在未来人人都能够成名15分钟。其实在很多的脸书，现在的 Instagram， 甚至在 Twitter、 YouTube 上面呢，都验证了这一句话，他简直就是在预言未来的艺术之路。所以今天最主要呢，带大家进去看一下特展，总共分成四大特区。第一个就是艺术家的肖像，你就想说哦，艺术家应该可以看到很多大家想象中的可能画家，或者是诗人这类型的肖像吧。但事实上呢，所有的肖像大家仔细一看，都是钢铁狼，就是他自己 Andy Warhol。其实他自己本身呢，非常喜欢赚钱。如果大家来到这个特展，或者在网络上面查一些资料，就会想说，哎呦，一个艺术家这么爱赚钱，安尼干掉。可是对于 Andy Warhol 来说呢，他认为赚钱是一门艺术，工作也是一门艺术，把赚钱跟工作放在一起，更是艺术的一种啊！为什么要把钱拒于这个艺术千里之外呢？要把自己就当做一个品牌来营造。所以你可以看见他的画作上面呢，签上了 Andy Warhol， 所有的艺术品上面都写上了 Andy Warhol， 之后一定会大卖。接下来在第二个 part 呢，是来到了名人肖像的部分。当然最有名气的玛丽莲梦露，里面就可以看到三幅不同的色彩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事实上，它是使用了非常可以大量印制的绢板印刷的技巧，在当时呢是非常非常少人使用的。他用了绢板技术之后，发现艺术可以被大量的来制造，对于当时的艺术圈来说的话，算是很惊讶，怎么可以呢？这个艺术之所以可以独一无二，就是因为你每个都是手工绘制啊。可是事实上对他来说，可以大量的印刷，大量的被消费，这件事情就是他觉得最着迷的地方。同时之间也可以看到毛泽东的画像在这里面的茶，大概有10幅，可是每一幅都有不同的特色，主要来说就是你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应该由你自己来定义，你要塑造什么样子的形象给别人。透过了影像，透过了媒体，透过了你自己各种行销的方法，让别人看到某一个面向的你，但真实的你到底又是什么样子呢？事实上只有你自己才知道。接下来到第三个部分呢，是他对于这个音乐专辑以及杂志相关的一些展览品。他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艺术家，他自己不只是画画或者是做印刷，同时之间他也做音乐，搞乐团。他自己有一个工厂的 factory， 就是特别来做这些艺术品相关的一些制造，同时他也创办杂志的 interview。 所以我觉得他认为艺术这件事情，它不应该只是被局限在画布上面，而是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平台以及多元的方式来去做展现。最后一个第四个展区呢，就是来教大家到底它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做出这些艺术品的，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呢做细细的品尝。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展览里面看到的两个我自己最有印象的作品。首先第一个呢，是在这个展览结束的时候的最后那一面墙，大家走进去看就会想说，怎么是美金啊？会有人直接把钱弄在艺术品上面，会不会太世俗了一点？这个呢，其实就是 Andy Warhol 很想跟大家讨论的事情。在大家一路看展览的时候，会发现他探讨了非常多的社会议题，包含比如说跨性别、性、毒品，或者是到底你自己本身的形象应该要怎么样来营造。而关于钱这件事情，他的看法是什么呢？在当时他创作的这个背景，也就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崛起的时候，很多人会去收藏艺术品。事实上，他们的心态是，来看。我很有钱呢，买得起这样子的画作可以挂在我家哦。所以他就想说，既然如此，我也不用画得太好，也不用特别去想什么创作理念。你爱钱，想告诉人家你很有钱，你就直接把钱挂在墙壁上吧。他就自己呢印了$2这样子的一个面额，上面流水编号还是都是一样的哦，很有意思。直接把它印出来之后，在上面签上了大大的 Andy Warhol 的名字，用这个方法呢，创作了这一幅作品，算是可以让大家反思有关于艺术品跟到底它的本身价值这个部分的议题喽。那再来第二个作品呢，就是有关于康宝浓汤的旅馆。那事实上 ，Andy Warhol 他自己本身，他很常使用的是可口可乐跟康宝浓汤的旅馆，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这东西是
最公平、最平民的，不论你是有钱人还是你是贫穷人家，你要花钱买到的康宝浓汤跟可口可乐，不会因为你花的钱比较多，所以你买到的东西就比较好喝。他认为这是非常非常有公平性的。那事实上，我觉得这一次呢，来到这个展览，最后只是要提醒大家，拜托。一定要 follow 一下他们的定时导览的时间，因为我进去里面之后发现，他们很多对于画作的这些解释，并没有说真的到非常的清楚，尤其是故事以及它背后希望引发你思考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要透过导览老师的方法，可能大家才会比较了解。最主要呢，其实 Andy Warhol 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艺术概念，他认为艺术家其实就只负责创作。他不负责跟你解释我到底想表达什么事情，或是这个画面到底代表什么样子的意义，所以他认为应该是由观赏者的你实际的走进来看一看这个画作，你觉得它代表什么意思，那就是什么意思。我不负责解释，我只负责创作更多更棒的艺术品。以上呢，就是今天带大家到这个展览走一走。我觉得实际来讲，里面的很多故事还是由大家自己来发掘吧。我是图杰，如果你喜欢这一次的影片的话，不要忘记要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Facebook、IG 都可以找到我的踪迹。图杰一起迷路旅行，下一次我们再一起看展览喽，拜拜。